今天除了分享一下赵丽颖的视频，我还给大家带来了迪奥的明星产品。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了 Dior Addict 那款香水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迪奥的 Dior Addict Lip Maximizer。 这款特别好用，我看到润唇膏基本上都会去买，但没有用完的。但这是唯一一款让我用完的产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涂在嘴上有一种凉凉的感觉，除了凉凉的，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湿润，涂在嘴唇上超级舒服，持久性非常不错，然后用完了之后也不会觉得干。这款完全是大家理想中的唇釉哦，回来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